我哈呀，黑哥妈妈，你不要拍那个吧，恶心死了！搞什么？搞什么？发霉，发霉，而且发霉是发那个霉。哎，好歹准备个棉被吧，先去培根的房间呼呼。这里吗？对对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我有点不高。是还好，只是真的感觉他十年没回家一样。他早上还在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刚才我们不是开错门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培根他妈妈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本名叫什么？有可能。我觉得他有一点没有隐私哎，因为这边就是没有窗帘，然后人家过来就也看培根在干嘛，看一下他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房间很符合他的人设哎。哎。这是一张纸哎，他把它印出来，然后放进去。这个家很像我三峡的家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乱七八糟的。家也是差不多长这样。哇，这飞机杯吗？哈？呀，黑哥妈妈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哪知道？他问你们公司发的。公司不可能会发这个啊。那你就给他放着放着，不要理他。你不要拍那个吧，恶心死了。培根平常在家有什么兴趣？就上网啊，跟人家视讯啊。谁视讯什么？他不是吉他老师吗？哦，哎，他很用心哦，所以这才是他的电脑。对，他是坐在这吗？他应该坐在这位置上。坏掉了，你看这个。他咋了？其实我在拍你照的。哎，他根本就没有整理好不好？哎，很帅耶！你要是很帅耶！年轻的培生。什么？啊！怎么露出来？这不会是培根还把它收集在这里吗？太夸张了吧！我闻看看，可能润滑液吧。啊！火影忍者猎人之类的。这个嘛，干嘛？诡异呀！这有诅咒。哇哦！干！吓到！有那么丑吗？很小哎。你有认床习惯吗？我是没有，你看这个床，哎，好歹准备个棉被吧。哦，他把毯子带走了。干啥？这个好好笑。我觉得躺起来是还不错啦。我们先来吃饭吧。哦，好了，好。哇，我们吃饱了。还没吃饱？那我们吃吗？你们吃啊。这样不好意思，哎，就是培根平常会吃这些吗？差不多了，因为平常我们是都在阿公家吃。哦。好痛。好烫、啊！很久没吃到这种水饺，自己包的比较。哦，你们自己包的？对，才这么好吃，就很像我阿妈的水饺哎。有，好像有了。嗨，还顺利吗？很顺利。我妈煮的饭好吃吧？那个水饺超好吃的。我妈就超会包水饺。你还没进我房间对不对？我进了。啊，进了，拿回来。你怎么可以骗你妈说飞机杯是公司发的呢？啊？那公司发的没错，鸡排妹送我的。哦、oh. ，好，那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讲哦。哎，真的有一个味道，这是培味吗？对，我现在有点鼻塞，可是我现在有一个味道，通了，男人的味道，好美的，是内裤吗？破洞内裤，哎，他的招牌内裤，他招牌荧光绿内裤，哎，搞什么？搞什么？发霉，发霉，而且发霉是发那个味。他内裤发霉了。哎呀，你不要给他拿内裤啦。我觉得他的衣服都很他的风格哎。不是都厂商送的吗？他已经很好几年没有买衣服了。啊，都厂商。真的假的？他只是没有这个方面的欲望而已，他不是很穷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今天我就在这里睡觉。就谢谢妈妈。哇，好温暖哦！好，那在这边睡觉有要注意什么吗？不用吗？嗯。妈妈，你会从那边出现吗？我就洗衣服会在后面而已啊。巡房一下看看。对。前面就是哦，哎、欸，本本，嗨，现在顺利吗？我在发呆。哦，因为我刚有稽查一下你的柜子，还蛮漂亮的。放心，我绝对没有开你的床头柜哦。对你有交代，我们绝对没有发现没有什么白内裤啊、袜子，对，绝对没有。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交代过我的电脑不要乱开啊，对。为什么？
电脑有很多不能说的公司机密。有什么机密？有个叫西西的资料夹，不要开哦。西西的资料夹。三小啊，巨乳松岛风粉红丝袜。不是啊，这正常男生都会这样啊。没有。因为我后面有个窗户，对不对？看到我妈妈来的时候，赶快那个把衣幕关掉，对。那我跟你妈说不要弄窗帘，因为我妈说这样比较好监视儿子。认真。那你弄到一半怎么办？啊，我已经练到我听脚步声就可以了，厉害了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刚你怎么翻到这个？你喜欢这个、哦？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干，我觉得这支片要简介一下，不然大家以为这是什么痴汉、强奸犯、性侵犯住的房间。对，不要去厨房。为什么不要去厨房？哦，哎、欸，不好睡，对吧？好，那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、欸，你看呐、啊，都是那个这个金帆啊，插帆，金帆，他这里也是。我靠，到处都是。这样子。Oh my god， 搞啥、啊？哦。现在是凌晨的4:07，我刚大概从12点多睡到现在，然后就突然有点睡不着了，因为毕竟我平常的睡眠时间是从早上开始睡觉，然后到晚上，所以我睡不着了，就想说要回家。然后呢，我决定等一下回家的时候睡在培根的旁边，看他早上起来的反应。然后我怕突然离开的话对培根的爸爸妈妈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我特别写了小纸条，要放在客厅的桌上给他的爸爸妈妈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写了2页，因为我的字太丑了，所以大家看得有点辛苦。那等一下就准备离开。现在已经是早上的11:30，然后呢，我从昨天半夜回家之后，我大概是5点多睡觉的吧，然后睡到刚刚大概9-10点的时候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一直没有发现我？所以呢，我决定不等他发现我起床了，而且因为我太无聊，肚子又很饿，我都已经叫好早餐了，他还是没有起床，所以我决定现在要去叫他起床吃早餐。培根，嗯，现在什么来了？你知道你睡多久了吗？现在已经11:30。哇！你知道我从昨天该5点多的时候就睡在你旁边到现在吗？屁呀、啊，我没感觉。没，应该你体重太轻了，你上床感觉不到。我今天取衣，然后吃吃，可能只穿一条内衣在我旁边，那我应该就会很开心的吓到这样子。那我穿一条内衣嘞？也会，对，那你先换一下吧。对，而且你睡觉你没有关窗帘，不觉得很亮吗？哦，对哦，对，有早上就会亮起。起床吃早餐。好，吃早餐了。耶、yeah, ，那今天幻术俱乐部到此成功了。Yeah. 那我家床睡起来感觉如何？其实蛮舒服的，真的。但是唯一一个可怕的点就在于说你家没有窗帘。然后今天风超大的，然后那个外面就是有晒衣服什么的，然后在睡觉的时候那个风就会这样吹这样吹，然后就是看到衣服这样就飘一飘，有点可怕。可是之后我睡一睡我就习惯了，觉得很好睡。那你还有发现我房间有什么奇怪的秘密吗？
奇怪的女生照片啊，有给你看的、啊。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哪来的，我记得我印象有那个，但是我忘记从哪来的、啊欸。那其实我觉得你家动物其实蛮可爱的，因为像阿金啊，他昨天大概一两个小时吧，一直抓着我的脚，抱我大腿不放，这样子。脚不肿起来了吗？对，脚肿起来了。还有那个青猫砂跟猫屎，虽然过程有点痛苦，但其实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的。但你家其实住起来很舒服。我发现其实男生去住女生的房间其实都会赚到，那女生去住男生房间基本上都会比较抗拒这样。我是还好哎、欸，因为我真的是有种随便的感觉。